370多萬納稅人，坐住有200萬人咧係冇納稅嘅，所以牽涉嘅人數啊龐大，所以我唔認為咧關愛基金可以做到呢份工作，所以應該好似2011年派6000元咁咧，係由翻一個政府部門負責嘅。在考慮嗰個金額上邊咧，係咪應該用一個更加接近今年派糖的平均數，大概7000元？咁民主黨建議6000元，減去咗佢已經獲得的係數額之下咧，係補足翻個數字。咁另一部分就係話喺嗰個差餉嘅退回嘅安排上邊咧，係取消咗呢個公司持有物業嗰個部分，咁從而令到咧喺個資源運用上邊係更加合理同埋公道。邏輯上大家可以睇得到。點解會倉促地會有呢啲方案出嚟呢？其實就係反映政府喺當初漫長嘅諮詢過程裏面根本就冇長遠嘅規劃，亦都係冇忘記咗呢一批被遺忘咗嘅市民嘅。咁所以政府係咪應該要檢討一下之前嘅呢一個諮詢同埋檢諮詢工作同埋呢個階段係咪根本係有遺漏呢？